选区四号的邱宇轩。选区三号的郑东元，郑东元，各位蓝以辉，担任副议长，我们第三选区七号的陆淑梅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们欢迎陆淑梅副议长，我们的议长，我们第四选区七号的陈明月。秘书长还有院长都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。我们现场的好朋友，我们的主角何志市长即将要大进场。各位我们的好朋友，打开准备好了没？你我是否各位欢喜六？Yeah!